这段时间洗衣机都没法用，因为这边没水的。所以说我们上山去看看水是怎么回事。看一下这些地方美景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水源哦。这样子应该说不会堵。山照山相见，水有水中心。冷风。我走慢一点就行。这个水就是来那个水，整个村上吃这个水不够用。这个油啊，还是关上。到这儿的那两年你是怎么个过法？刚开始来的时候这里基本上过路的人都没有，好多时间哦，十天半月看不到一个人。